大家好，欢迎来到魔法研究所，我是佳佳。今天跟大家研究的魔术是 Twister Flavor，中文名字叫善变口香糖，是 Snape 的作品。魔术效果方面，魔术师可以一瞬间把两包不同品牌的口香糖变成一包完全不同的口香糖，同时也可以把一包口香糖变成两包不同品牌的口香糖。观众可以看到前后的包装都完全改变，看起来完全像一个电脑效果。这一个魔术包含网上教学影片和一个道具。教学影片长27分钟21秒，总共3个流程。有一些东西大家要注意，这个魔术有2个版本，分别是 Trident 和 Chiclet。两个版本的效果都一样，只是包装不同。道具不需要自己制造，可以直接使用。你也可以放真的口香糖在道具盒子里面。口香糖的盒子是不能检查，但是教学有教导如何让观众觉得盒子是正常的。三个流程所需要的练习时间不长，我会建议先在镜子前练习。才可以熟悉表演角度。我个人认为180度的表演角度是最安全。可是，如果你很熟练的话，你的表演角度或许可以再宽一点。你如果想一包变成两包，过后马上从两包变回一包，这是很容易办到的。很多时候，观众会很喜欢挑战魔术师，在他表演后问。你能把它变回去吗？你不用再烦恼了，善变口香糖可以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要感谢 Murphy's Magic 的帮助，让我可以为大家带来这一个魔术。如果大家对这一个魔术有兴趣的话，请到各大 Murphy's Magic 的特许经营魔术店购买。谢谢你们的收看，不要忘记关注我的视频和留言给我哦。下次再见。